啊！响三藩市过嚟嘅系边啲朋友？举手。哇，好多啊！多谢大家啊！咁而香港讲起话消失咗嘅美食里边咧，我觉得最令我哋怀念嘅咧，其实就系街头嘅美食。其实呢一啲嘅本土真正本土嘅文化，就冇得到适当嘅保留。你睇下而家。全中國各地下或者甚至東南亞都是最能夠吸引遊客的是什麼呢？就是這些街頭的小食，街頭的美食。但在香港是基本上我可以這樣說，是徹底消失了。茶廳的文化是真的是香港獨有的，一離開了香港本土基本上去到哪裡都是水土不服的，是好像沒了根一樣。但我也覺得這種的飲食文化又沒有得到好好的這種保護，以至今天的茶餐廳的水準基本上就是兩個方向地走，一個就是越走越差，越走越難吃，一個就是想走所謂高檔一點的路線，就限制了去那個菜式，限制了那個出品，太多人一到假期就北上消費了。那怎樣可以有一種留港消費呢？有什麼吸引力呢？香港政府也很努力的，那就做了很多的旅遊項目出來，包括說搞一些盛事，現在就希望在這個香港搞多盛事的活動，包括有體育的或者有一些的卡通，但是這一類的項目基本上不是能夠長期讓遊客來香港的一個目的。難道你每一個的城市只是吸引一類的人，你一年360日，難道你日日都搞城市不得的嘛。過去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旅遊點，有它自己長期的因素，在地的因素，如果香港政府只懂得搞城市的話，我覺得是無補於事咯。我想問一下，這個紐約人壽 New York Life 是不是只買人壽保險的？其實紐約人壽公司呢，大部分人都可能對我們這間公司呢有認識的了。我們不是只是賣人壽保險，當然人壽保險呢是我們的主打的 product。 除了人壽保險之外，我們有長期護理啦，有年金啦，有子女的教育基金啦，亦都有 mutual fund 啦。其實 New York Life 有超過40到50種的產品。 New York Life 有什麼培訓系統的？除了我之外，我們有不同的資源，例如是long term care 的專業導師啦，年金的專業導師啦，甚至我自己有很多很成功的 agent 呢，幫一些很高資產的客戶去做一些理財的事。我們也都有 CPA 和 product specialist 呢，去輔助你整個產品的過程，以及提供一些理財專業的意見給你的。原來是這樣。如果我們想聯絡你呢，可以怎樣做呢？好啊，咁當然啦，我個電話喺度咧，就6502782889。難得一生好伴侶，情關始終闖不過，闖不過，友情蜜意亂揮刀。结果是同有鸳鸯，朝夕心两情长，难分醉醒，换世就容易，始终胜负只有天知。未许再续情分，空有爱是万千丈，可惜都已尽花痕。我问的是啊，
然多么的慈祥，把我们笼络的心儿照亮。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，嘿，百家嘿。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大家話唱得好唔好啊？粵曲咧係我嘅摯愛嚟嘅，其實嚇、啊、我從小咧就聽膠唱片啊，黑膠唱片唱粵曲，亦都跟父母咧去戲棚睇戲。咁啊，大過咗我都中意，到而家都係中意嘅。嗱、啊，我哋今年咧就係、是、喺我哋嘅報慶啊，我哋8月18日當日，我哋嘅中午，我哋係請到香港年青而家當紅嘅花旦同埋文武生咧，係梁子琪同埋梁振文，喺8月18日啊12点咧，喺我哋南三藩市嘅會議中心咧，有一場嘅折子戲嘅。咁仲有我哋本地嘅八和會館嘅主席啊譚念天，亦都有我哋啊大家應該好熟悉嘅嚇、啊、我哋灣區嘅著名花旦咧，阿、啊、馬秀端咧，亦都會同我哋同台演唱嘅。海角天边，携手搭并寄居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维护，晚晚夜想你好痛苦，日日无辜都会乱猜估，身边冇咗你一刻我好在乎，人生如赌博，赢输都冇事的，赢咗得差。是999下这个包金的这个金龙送给大家下。非常之靓。好。恭喜晒哇今晚的大奖啊。混一色碰七桃一砍八板发财做眼当红中。六八桃叫卡隆。原来今晚的女孩也是七桃。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鬼，四皮睇咪话冇乜所谓。多谢老细家人讲，多谢。一个留一点，那一生就留着一点。
啊，今日咧其實最精彩嘅節目咧，原來係你哋提供嘅嚇，咁多位唱歌唱得相當相當好啊！我哋下次再會，希望八月十七、十八號見到大家。多謝曬，多謝！記住八月十七、十八約定你啦，我哋一樣要玩得咁開心嘅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